Hello， 时报周刊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美玲。这一次的 Pandora Love Fan 系列呢，它是用传统善的概念，然后去结合在流行珠宝上，然后它鼓励女生呢，鼓励现代女性可以走出传统思维跟框架，然后去活出自己理想跟想要的生活。那 Pandora 一直以来的商的珠宝呢，都是可以多变跟混搭或是百搭的。可以去做很多的变化。嗯，那像我今天呢穿戴的就是 Love and 系列，但是呢我用了之前的Pandora Mint 去做混搭，然后可以有一种优雅中但是有一点帅气的感觉。我很喜欢这种混搭出来的一种中性的魅力。这一次其实蛮多都蛮喜欢的，那我最喜欢的是耳环，因为耳环它这个耳环呢就是我现在戴的这个它是其实是看起来很有气势的，然后它用的是双扇的概念，那它也可以拿掉变成单扇，那单扇的话佩戴起来也会很精巧，然后很别致。对，单扇的话就是这样。那我觉得不只是Silver 系列是可以做这样子的多变，那个 Pandora Rose 系列也是一样，它的耳环的部分呢另外是会有一个垂链的，然后那个垂链你也可以拿掉去做搭配，然后你也可以戴。如果你有用那个垂链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种很优雅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玩出很多不一样的风格。我最近在拍摄一个爱奇艺的短剧，那接下来呢，8月21号我的电影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就要上映了。希望到时候大家可以带着喜欢的人，那带着 Love and 系列，然后跟你喜欢的人一起进戏院，感受满满的温暖。